すげえな。略长，略长。那五码嘞？这里没有五码的。五码，请搜寻 Tokyo Hot。这个很长啊。哪里？这个很长、啊，这五码的啊。这是阿用的兄弟吗？你不要绿色，就是说阿用的兄弟，好不好？所以我们已经开始了。开始了。大家好，欢迎收看超级人。Yeah! 红包啊！这个是台中市的市政公园的地下停车场，这里就有牌子，但其实我根本就拍不太到。然后试办大型重机停机车停车位，是。然后我们就来了一个快闪的活动，其实是来看一支影片的，顺便看看实际我们把这种黄红牌的大型重机是骑到一般的公有停车格是会是个什么样的光景？那我们直接去看我们自己的阿勇就好。好啊，其实这边，等一下你先拍一下这个啊。嗨，这次快闪活动的主办人，嘿、hey ，教士先生的爱车 B M W S 1 0 0 0 R 1000 C C 四缸的 B M W 跑车是，他就好好的放在这个格子里面哦。就是我们家自己的车，我们这些车停在这个格子里面，看起来就其实真的很无聊。是，我们早停过了，本来就没有问题，好吗？这是继我们上次来，那应该是去年的事情了吧？热到靠，然后在那个什么星光三月，星光三月的那个汽车停车格，对，我们之前就是稍微抗争了一下下，但也不是抗争，我们是表现出。对啊。我哪有抗争什么啊？不就是去看电影吗？骑摩托车去看电影，然后他叫我们要把摩托车停在汽车停车格，浪费空间，耶、yeah, ，爽啦！但我还想 complain 一下，怎样？我刚下来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机车引道实在是有点小啊。干嘛你阿用太肥了是不是？啊，阿用太肥了，而且它中间还有一个跳台，那个叫做减速的什么东西，那个对，不是很友善。对啊，你可以骑慢一点，少在那边，反正对啊。机车停车场它那个入口就是蛮窄的啦，嗯、对啊，大台一点的摩托车它进来就是骑慢一点，小心一点这样，是也还是进得来啊，是没有什么问题。然后车牌感应目前看起来都没问题吧？你就停在感应区啊，刚有一台没有中，刚有一台进不来，不知道四码的还是有什么问题还是什么之类的，好像要按那个对讲机叫管理员。对啊，老实说我真的不知道。这个看起来如此正常、如此不值得一提的事情，好，为什么在我们台湾就是大费周章？对呀、啊，要找议员，要找什么，要去弄，要行文。对啊，搞老半天，然后人家好像大发慈悲一样。好，我们来试办，试办什么啦？那高速公路要试办了没有？对啊，然后那个什么机车停等区要让我们进去了没？嗯，对啊，讲到这。很多也没有很多啦，我不知道，有部分白牌机车的骑士就在那边 murmur 说什么我们会压缩他们的停车空间，是，对，还有一个很有趣，说我们这些车都没有中柱，是，对啊，我就问用侧柱怎么了吗？啊，不是用侧柱怎么？一车一格啊，啊，用侧柱是有超出格子吗？对啊，重点是不要超出格子，你就进不来啊，对啊。然后最好笑的就是，我觉得他们习惯了那种被奴化到不行的那种逻辑，有没有？就是明明地上只有几个格子，然后六个格子好了，然后塞了12台，全部都立中柱的白牌机车，对他们觉得那样才叫做正常，所以才会觉得一定要立中柱，这样我才可以塞好塞满，对，妥善的利用空间。逻辑到这怎么忽然又很通顺？是啊，那之前。把我们赶去停汽车格，那、啊、是真的有很妥善利用空间吗？对啊，就还蛮妙的。那如果你们白牌觉得大家都要立中柱，是哦，两个格子要停3台4台随便拿，反正就把它塞到满就对了。然后那为什么我们需要画一格一格的机车停车格？你就不要画格子啊，那个、就画区就好了耶。对，你就是要停车区嘛，像那个日月潭那个就是停车区，真的、哦，它没有格子。啊、它就是一个区，这样还比较省油漆，你知道吗？你画那一格一格干嘛、啊？画了个积木，画了个干嘛？对，画那么多格干嘛？浪费钱，浪费地球资源。啊，不管了。那实际上公有停车场它其实就是一格一格的嘛。是，然后正常尺寸其实法令都有规定哦，机车格多长，好像2米多吧，然后有一定的宽度。
啊，这些车即便已经到 1000cc 了，听起来就也还是不会超过啊，没有超过，是吧？然后就算用侧柱，对，它的整个投影范围还是在这条线，对啊，里面，对啊。那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这车如果要用侧柱停的话，那你一开始进来格子的时候，你的轮子应该就要偏右边一点，右边三分之一，这样你车柱停下来，车子往左倾的时候，就不会超过左边这条线嘛？对吗？用点脑哦。我以为那是尝试，你知道吗？结果我后来发现很多人不知道。对啊，怎么？车柱在左边，然后车子用车柱的时候会往左边靠。对，所以你一开始要让它在右边一点。啊，如果真的车比较满，那你白牌的车有中柱，那再用中柱，对啊。啊，我们这种比较大的牌的车就是。只有车柱啊，它就只有车柱，它也不能装中柱嘛。而且我跟你讲，哎、欸，它现在是只有所全台中市的停车机车停车格都有。它有开放某几个停车场公有的、哦、私人的停车场，例如 Costco 啦，例如拉拉坡啦，那就是看商家自己怎么规划、哦、那个商家好像都会管。但我觉得对这个很重要的一件事，就还是至少台中市政府值得鼓励的吼，就是他愿意示范。这已经赢过很多其他县市的，阿弥陀佛了。对，我们还是很感谢那个议员。不知道那台车什么车、啊？看起来很贵啊。你要去拍一下那个杜卡迪陪你刚才的 V2 吗？因为小台道就是一格好像可以停个两台，是哦，很小啊，你走过去一点。真的。你，哎、欸，那地下室看起来就大台一点。你在拍什么？我觉得怪怪的。我没有，我很仔细在拍车啊。对啊，我就其实我也不喜欢立中柱哎、欸，我自己啊，我都直接立车柱。因为我们的车平常都没有中柱啊。哦，我速客的还是啊。对啊，就习惯了嘛。为什么要立？到底为什么要立中柱？不是多此一举吗？不多此一举吗？是那些中柱仔就是觉得。大家都这样啊，你就好好立中柱，让我可以塞好塞满，利用空间，利用空间。你这样插进去，你还是会刮到啊，你还是会刮到啊。还有代立中柱魔人哦，还有人帮忙立中柱，那不是应该谢谢我们立侧柱的人吗？我帮你预留了位置，哎，你只要帮我立好中柱，然后把它搬起塞满，就得到一格了。拜托，下一次你帮别人立中柱，然后把人家刹车弄断的时候，帮忙。补一支新的刹车哈，真帅啊！这些人只是水准嘛，还有大环境就是这样，他们常常就是把随便当方便，还会说什么立侧柱的人是把自己的方便，然后什么造成别人的不便之类的。那不然你去跟机车车厂说不要坐侧柱嘛。但是也有一种声音就是，啊，政府就没规定啊，他就没有说不能一格多停啊。警察没有法源可以开罚，你知道吗？你说不能，你说哦，他们就想一格多停，对，很有趣吧？但这是基本良知的问题吧？啊，那真的就是，但你，我的意思是，就是不要动别人的东西呀，啊，难吗？对啊，我停好，我先来了，我进去了嘛，对不对？对。然后你又要移我的位置，对，你他有贱是不是啊？对，其实本来就也没有要多讲什么啦，是，对吧？这件事我们只是开心。是还蛮开心的，就是刚刚被拍测速照相之外，我是没有了。怎么拍啊？我很久没有被拍了，嗯，好几年了。你就是早上有没有？早上的事不要说了。你不觉得他本来骑到这个格子的时候，轮子是往前的，对，对不对？对。然后他立了中柱，后面就超过了。对，他超过线。不是啊啊，不是就超过吗？好啦，好啦，你不要拍到他的车牌，我没有要怪他的意思，我只是说这是很稀松平常的事情，对，不是吗？而且这中间路这么大，超过又怎么了吗？对啊，不超过一点又怎么了吗？解过一下啊，对啊，解过啊，对啊，你就超过一点，你知道人家那个载货那个什么那个小货车啊，三吨半，对。哎，欸，你知道他允许那个货物的长度超过车身？真的？真的啊！你可以凸出来一公尺多，哎，符合民情，好吗？符合
车子也要闪啊，人家货车讨生活辛苦 ，GDP 不能用大台舔了吗？哎，随便啊，要抱怨都讲不完啦。我今天就已经很晚了，我心情不好，我就要一直念。好啊，对。难得晚上停车场车距应该要开心一点，对不对？对啊，你刚吃了一张超大张红单，怎么开心得起来呢？那太硬了。真的可以这样随便摆个三脚架乱拍别人吗？而且车子可以停对面。人家是 police officer 啊，对不起。